站起来，我的族人呐！是伯爵大人。我终于成功研发出吸血鬼机器人了！多拉美是小气鬼，什么嘛？我以后也不要理哥哥了。嗯？你们兄妹俩是怎么了？大雄，你听我说啦，我哥哥他居然把我的菠萝面包吃掉了。嗯，我也只不过才吃了两个而已啊。什么才两个？是整整两个哎！有什么关系嘛？你买了那么多个，我也只不过吃两个而已。当然有关系啊，我特地买了50个回来的。多拉美，你是小气鬼，小气鬼，小气鬼！算了，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好吗？无所谓啦，偶尔也得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嗯，你也真是的。如果你高高兴兴的买了50个特制铜锣烧，其中2个被我吃掉了，那你会怎么样呢？嗯，这还用说啊？当然会很生气啊。这不就对了吗？菠萝面包跟铜锣烧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铜锣烧里面有加红豆馅。不是啦，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啦。我是建议你站在多拉美的立场上好好想一下。这样啊，那我还真是错了呢。我觉得你应该跟他道歉的。你说的对。师兄，你听我说，我哥哥真的很过分哎。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机器人散播电脑病毒，世界各地的机器人都被病毒感染，陷入了一片混乱。你说什么？没被感染的机器人大概只有你跟哆啦 A 梦了。不过你放心，已经知道他们的弱点是菠萝面包。啊，不会吧？你全部都吃掉了吗？对不起，我肚子很饿，就吃掉了。这明明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师兄，多拉美！伯爵大人，赶快逃啊！
被那家伙咬了之后就会变成吸血鬼的。多拉美呀、啊，你是最后一个机器人了，我决定要亲自在你脖子上留下印记啊。怎么没有脖子啊？没礼貌，脖子不就在这里吗？哦，原来如此。哥哥，快来救我！哥哥，难道还有其他漏网的机器人吗？多拉美，多拉美！多拉美，多拉美呀、啊！是伯爵大人。您还有个哥哥是吗？是。吃了我的菠萝面包的哥哥，现在人在21世纪。什么？他吃了菠萝面包？那你就亲自去把那家伙也变成吸血鬼吧。是，伯爵大人。多拉美！人类要关在家里，不能出来。这世界就是属于我的了。到此为止了，吸血鬼伯爵。哆啦 A 梦，原来吸血鬼会怕十字架、啊。还有大蒜之类的。啊，对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吸血鬼吗？这还用问？当然没有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博士。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哼，没那个必要。看看那个吧。好可怕哦！就算知道那是骗人的，也还是很吓人呢。吸血鬼只要一晒到太阳，就会化为灰烬了。还有就是在胸口钉钉子，就会死掉了。对啊。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难道未来世界也流行吸血鬼吗？多拉美，刚才真的是很抱歉，为了表示歉意，我买了这个要给你哦。你真的那么生气吗？对不起啦，我知道是我不对。你看，哆啦 A 梦都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所以多拉美，你就原谅他吧。我是吸血鬼多拉美拉。多拉美拉小姐，很高兴认识你。你还有心情说客套话啊？是真正的吸血鬼啦！因为他一看到太阳就害怕了。可是多拉美为什么会变成可怕的吸血鬼呢？别管了，先跑再说。多拉美呢？我不知道。喂，大熊！哎，大熊！是你们？太好了。你说什么？多拉美变成吸血鬼了？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吸血鬼嘛？那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人物啦。可是，就算多拉美再怎么生气，会主动攻击多拉 A 梦，也实在太奇怪了。我说的都是真的。看不到太阳就是我的世界了。我们会被追上的。
我知道了，因为吸血鬼也会怕阳光嘛。我差点忘了。如果是这样，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怎么样啊？到我们这里来呀、啊，来打我屁股啊！怎么样啊？我们在这里哦。怎么了？快来追我们的！我们在这里。不要跑！难道他的目标就只有哆啦 A 梦一个吗？妈妈！等等我啦！再掉头下去，迟早会被他追上的。哆啦 A 梦，你想想办法嘛！没办法了，因为哆啦美也有跟我一样的道具啊。大家不需要一起跑了啦。我觉得哆啦美的目标好像就只有哆啦 A 梦一个哦。哎，我找到啦！你死心吧！这个是食物力体育馆照片。好，这个是最后了。季香刚才往二丁目的方向跑，那我就去三丁目，你们就自己想办法逃吧。好，谢谢你。不用客气了，我们走。这次准没错。这个也不是。这次一定是。这个也不是。跑到这里来应该没问题了吧？就是说啊。我找到了。变得像白天一样明亮哦！哆啦美啊，
吸血鬼伯爵大人等不及了，赶快把你哥哥变成吸血鬼啊！这个我知道。不要啊，多拉美，我实在想不通，你怎么会变成一个吸血鬼呢？22世纪的机器人全都变成吸血鬼了，大家都感染了吸血鬼伯爵的吸血电脑病毒了。怎么会？别过来，你很痛苦，对不对？别再这么做了。我怎么可能放弃？因为这是伯爵大人的命令。求求你，不要再过来了。那好吧，你先把周星灯关了。不可以，要是关了周星灯，这我知道啊。难道说大熊你要我对我妹妹的痛苦视而不见吗？可是，多拉美，多拉美，不可以啦。可是多拉美她。哆啦 A 梦 VS 吸血鬼上集。哥哥，哆拉美，真的不行了。哆拉美，你一定要撑着，哆拉美。因为光线的缘故，让电脑病毒的作用变弱了。哆拉美，哆拉美，哥哥，我求求你，赶快把我弄坏吧。在没有疫苗软体的情况下，只能把我破坏了，要不然的话我就会把哥哥，就算是这样，那种事我也办不到啊。可是这件事我会想办法解决，我一定会救你的。谢谢你，听到你这么说我好高兴。可是你要相信我，一定能做到。夜晚再次降临喽，哥哥！住手！快住手啊，哆啦 A 梦！哆啦 A 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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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哆啦 A 梦，哆啦 A 梦，我懂了，就是菠萝面包。就是。一开始给他菠萝面包的时候，对吧？对耶。虽然说这个不是疫苗，不过吸血鬼会害怕菠萝面包。电影里的吸血鬼好像看到十字架的时候都很害怕。哆啦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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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啦 A 梦，哆啦美。你说什么？哆拉美消失不见了。消失到哪里去了？我猜大概是去22世纪了吧。22世纪，这样就没戏唱了，也只能放弃了。大家一起去22世纪吧。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把哆拉美给抢回来。可是，22世纪的机器人不是全部都变成吸血鬼了吗？你放心。吸血鬼只会对机器人发动攻击，绝对不会攻击我们的啦。原来如此。大熊你好厉害哦，就跟小山同学一样。这么说是在夸奖我吗？而且重要的是我们还有秘密武器呢。秘密武器？这就是秘密武器。都准备好了吗？大家一起去把哆啦美给抢回来。没办法，师兄家里的那个时光圈打不开。你说什么？我们先从附近的地方出去吧。好惨哦。动作要快点，要不然就会真的变成吸血鬼的世界了。快走吧，先去试熊家吧。哆啦 A 梦，还有爷爷。嗨，这么说，所有的人。
人类都被关在家里，出不去了吗？就是这样。那该怎么办呢？不知道多拉美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想大概是在吸血鬼城里。在吸血鬼城里？好，那就赶快去吧。等等，那世雄呢？没有多的菠萝面包可以分给世雄了。我没办法去。我因为这副脚镣根本出不了家门。你怎么会出不去呢？因为我只要一想踏出家门，就会马上被吸回来了。总而言之，我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爷爷你们了。我明白了，你在这里等着，我一定会平安的把多拉美给带回来。爷爷，就这么说定了。说定了。吸血鬼城到底在哪里啊？黑漆漆的，根本看不见。那个。难道？那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目标——吸血鬼城。多拉美，你等着吧。多拉美，你是怎么了？20世纪的所有机器人，全都已经遭到吸血鬼的控制。我终于成功研发出吸血鬼机器人了！为了拯救多拉美与未来的世界，往吸血鬼城前进。多拉美，你等着吧。哆啦 A 梦 VS 吸血鬼下集。怎么了吗？画里的人盯着我看。小夫，想也知道画不会动吧？就是说，可是刚才明明就动了呀，真是奇怪呀！难道是我刚才看错了吗？真是的。我吓了我一大跳，我全身无力了，黑漆漆的耶。打不开耶。太好了！
别问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把他们都变大了。你要做什么呀？他们越来越大了。没什么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偶尔也得给机会让大熊好好表现一下嘛。看样子他们好像都乐在其中嘛。你哥哥的克星到底是什么呢？是的，伯爵大人，他最害怕的东西就是老鼠了。这样啊，是老鼠啊，那就赶快准备来欢迎他了。快逃到那个里面去！那玩意是什么啊？对，只能往前进了。我已经累得四肢无力了。你不要说丧气话。就是啊，赶快走吧。奇怪，他们两个呢？跑到哪里去了？凭空消失了。哆啦 A 梦，搜寻花栗鼠，这个呢是可以用来搜寻东西的道具，只不过他的脑筋不怎么灵光哎。就算跟他说要找大熊，他也听不懂。那该怎么指挥他呢？不用担心，只要叫他去找人类就可以啦。这座城堡里除了我们之外就没有其他人类了吧？原来如此，去把人类找出来。是去找除了这两个人以外的人类啦。跟着他后面走。大熊，你没事吧？没事，我还好。我们是从那里掉下来的。看样子好像是哎。没用的，看要怎么走到那上面吧。花栗鼠应该也算是老鼠的同类嘛，哆啦 A 梦看了不会害怕吗？嘘，不可以说出来了。在那边。是谁呀？那个人不是大熊。你们赶快想办法放我出去。你为什么会被关在这么阴暗的牢笼里呢？这全都是因为我制造出那个吸血鬼机器人。一开始我是为了扰乱竞争对手的机器人才制造的，但是没想到那家伙竟然渐渐地变得跟真的吸血鬼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把我关进这里，打算要征服世界了。对了，那个吸血鬼机器人有没有什么弱点？倒是有一个。我已经事先在那家伙的电脑里输入了会对特殊音波产生错误反应的程式。特殊音波？那种音波就存在这张晶片卡里面。把这个放进这座城堡的主电脑里，
让音波传到全世界，就可以消灭所有机器人的病毒了。啊！拿去吧，我现在只能够拜托你们了。快把这景片。到此为止啦。这个是菠萝面包啊！多拉美，你快点清醒过来！看看这个吧！老鼠！多拉美吧！把那家伙搬到伯爵大人的身边！多拉美！现在就只剩下你们两个了。你敢来的话，就尽管来呀、啊！你要看清楚，这可是菠萝面包啊！你们跑不掉的！好像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啊，胖虎！你别说了，不要自己吓自己了。对了，我想到一个好主意。这种时候唱歌就对了。你要唱歌？要做什么东西？就是别唱歌。我告诉你，只要开口唱歌，就会让人忘记害怕。那会更可怕啦！我有一盏歌喉啦，听听我美妙的歌声哟。我有很多好朋友，好朋友。那声音是胖虎的，是胖虎正在唱歌。虽然多拉美很可怕，可是胖虎的歌声更恐怖。这什么声音啊？趁现在快跑！看样子，多拉美也不敢比较胖虎的歌声吧？好像是哎。看我胖虎，不但人长得帅，胖虎还是小夫静香。胖虎，继续唱歌，不要停！拜托你继续唱。没问题。哟吼哟吼！传说中的胖虎就是我，不但人长得……你们是怎么了？没有啦，听到你这么美妙的歌声，就觉得好感动。就是说很美妙吧？就算你是多拉美，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出手伤害我的好朋友。多拉美，你该不会是恢复正常了？是啊，好像是因为刚刚胖虎的歌声把吸血鬼型电脑病毒的程式破坏掉了。因为胖虎的歌声？胖虎，你好厉害哦！我很厉害吗？可是为什么我的歌声可以破坏呢？那是因为电脑程式不懂得欣赏艺术嘛。这样啊，说的也是，因为我的歌声是艺术嘛。搞不好在牢里的那个伯伯说的特殊音波就是指……辛苦你们了。表示胖虎的歌声里还有博士所说的特殊音波。很好，这样就知道打败敌人的方法了。可是，难道我们也要一起听那个吗？有什么不对劲吗？没什么。八级二三天，把
射就贴在耳朵上，就听不见了。如果听不见，不就也没办法讲话了吗？你们放心，它只会过滤掉特定的声音，其他的声音全部都听得见。胖虎，你开口唱唱看。OK， 你的你的眼眸，好厉害，听不到胖虎的歌声了。真的耶，我有听到大熊说话的声音。那好，胖虎，你就尽情的唱个痛快吧。好，接下来就看我用美妙的歌声把那些吸血鬼赶跑吧。哇，胖虎真是个。这里是你醒过来了吗？最后的机器人哆啦 A 梦。你就是，我知道了，就是你把大家变成吸血鬼的，对不对？是我没错，机器人已摆脱了人类的控制，成为地球的主宰者了，这都是因为我的功劳。接招吧，菠萝面包！太好了！这菠萝面包真是太好吃了！你不会害怕菠萝面包吗？我怎么可能会害怕呢？菠萝面包就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了。怎么会？所以我为了避免面包被手下们吃掉，就把他们设定成看到菠萝面包就会害怕。你骗人！现在也已经填饱肚子了，那就得好好的招待客人才行了。等你也变成了吸血鬼之后，这个世界就是完全属于我的了。道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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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老鼠。有老鼠！住手！我超级胖虎找不到了！哆啦 A 梦，哥哥！哆啦美，你已经醒过来了！胖虎，快一展歌喉吧！抱在我身上，大家看仔细，我就是胖虎了，我是胖虎，我是胖虎，他不是胖虎，你也不是胖虎，为什么？为什么我的歌声起不了作用呢？会不会是因为我耳朵贴上了高级耳塞贴的缘故？怎么会这样？您就尽管唱，唱到高兴为止，然后再亲眼见证这个最后的机器人变成我的仆人。哥哥，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哥哥！这到底是什么味道？你少啰嗦，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不要，别冲动啊！那把可是史特拉底瓦力小提琴的。史特拉底是什么？哆啦 A 梦，快住手！这把真的是全世界最顶级的乐器。没想到这里也有懂艺术的人呢。不要，快点住手！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嘿嘿，小姑娘，你会拉琴吗？会啊。那能不能请你演奏一首曲子给我欣赏呢？你要是不肯听我的，虽然吸不了油，要破坏它倒是轻而易举。好，我明白了。为了哆啦 A 梦，我愿意现场演奏。你真是善解人意。这是什么声音呢？
然高级耳塞贴被震坏啦！哦现喽！啊，好，放在我身上。看我胖虎大显身手，我怎么运用？世界一级棒，一等一的高手。Oh, one, two, three, three, two, one. Oh, oh, 我就是大英雄胖虎，欢迎大家。看我一起欢唱，让我们一起欢唱，一起欢唱到天亮。吸血鬼变成灰了。看来懂艺术还真是不信呢。是啊。哆啦美，哆啦美，再见。静香，胖虎，赶快救大家吧！哼，包在我身上。让你们的音乐传遍未来世界。爸爸，我真的很厉害！我到底做了什么呢？这是什么音乐？真难听！不要再播了！老天爷！需要机会唱歌，我受不了了，还是要忍耐啊！因为这歌声拯救了未来，我终于了解吸血鬼机器人坏掉的原因了。看我们的音乐，特别是我美妙的。